Okay.谢灵神推着带你去流浪。小块了。我今天要来烫头发、吃法啦，是我之前的直播都这样。我今天妆化的有点久，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妆化的还不错，然后就化的有点久。其实还好，应该是我太晚准备。现在雷明纯粹的带你去流浪。我今天睫毛画超好的哎、欸，这支。我觉得我今天右眼睫毛画超好的，恢复以往直播。对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以往直播到底在干嘛，我以往直播好像一直在讲错话。都中分了，我已经慢慢习惯中分了，而且我头发越来越长了，就我现在的发型很像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比较成熟算，对啊，我现在要18了嘛，我不会再走可爱路线，可能偶尔，但几乎比较少，不会像之前那么频繁。好烫！我是刘海派，我刘海真的很丑。是因为我不适合刘海，还是你个人的偏好？是因为我真的不适合中分，还是因为你……哦，讲错，因为还是因为你个人的偏好，还是因为我真的不适合中分？刘海派的那个先生，小易，对啊，是因为我中分不可爱，还是你自己偏好喜欢刘海？刘海可爱，中分帅气，帅气，你怎么会用帅气这个词在我身上？我身上完全没有一丝毫的帅气啊！我喜欢有女人味一点的感觉，就是那种小女人。我最近超喜欢樱桃的，然后我就买了一堆樱桃的东西。然后最近 Coach 有出一款樱桃的包包，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就觉得不好看。我一直觉得就是 Coach 的东西好看的很好看，然后丑的很丑。就你可以在路上看到 Coach 的品牌年龄层范围是偏广的，可是老的就有变成那种50几岁、60几岁都在背老花款，然后复古色，可是年轻又很年轻。我不知道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没有一个比较主要攻的年龄范围层，就好像有点变得比较广泛的感觉。可是我个人比较是偏好这种舍令，那种专攻一个年龄层系的那种品牌。就是我如果是我以后要当这种。如果我是 CEO 这个身份的话，我会想要攻下一个年龄层，而不是广泛的，因为广泛你会做不出来一个比较标志性的
东西。像他们有些就很好看，但是有些就很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爱樱桃这个元素，然后很多品牌就会把樱桃的元素放进去。像韩国江原樱就有代言一款樱桃的品牌，我不知道是怎么念，反正这衣服就有樱桃的。那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樱桃，可是加上了标志，就变成它的品牌，然后变得价格比较贵。不知道为什么樱桃这么好看，我最近超爱樱桃的，我最近一直被樱桃吸引，就感觉很年轻、可爱的感觉。虽然我刚刚说就是我要脱离可爱，可是樱桃还是很赞。熊跟樱桃独角兽还是很赞的。虽然我不知道成熟元素有哪些，可能是豹纹啊、豹纹之类的嘛。我还没有尝试过豹纹单品诶、欸，之前国中的时候，国中秋天的时候很流行豹纹单品，可是我那时候国中还不敢下手。希望长大之后，其实那也不会不好看，只是真的偏贵。你是说樱桃那个吗？还是 Coach？ 因为我有 Coach 的官方，然后我就会，他们就会时不时用 Line 传给我 ，Line 传给我一些他们可能春夏款新出的那些东西，然后就有资讯来，然后我有事没事在点进去看他们的设计，然后就觉得不好看。他们连那个不知道哦，白间美流有发过，就是他们跟那个迪士尼联名款，就也不好看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好看，不好看的。他们有些好看的很好看，但是不好看的真的不好看。国中谁对啊？国中谁爱穿豹纹啊？我们英文老师超爱穿豹纹的。然后那时候我同学都知道我很喜欢豹纹，所以我们英文老师只要一穿豹纹，他们就会看着我说：“哎，万玲豹纹这样。”然后我就很尴尬。现在林依晨她在带你去流浪。深深的带你去流浪。上整的不错，我今天的妆，我觉得今天的妆很好看。我今天的口红是兰蔻的，然后底妆也是兰蔻的，然后眼影是我忘记它是什么牌子，反正就是一个韩国的牌子，然后眼睫毛也是韩国的牌子，然后腮红是什么？腮红是 Shergan。先这样吧，先准备。我连手机壳都要坚决说要买樱桃的，我连手机壳都要挑樱桃的。
韩式的性感美女。感觉玲玲近期不会有刘海造型，为什么会这样觉得？那有吃实体的樱桃吗？樱桃很好吃，可是要兔子，所以很麻烦。而且樱桃好像蛮难买的耶，而且樱桃蛮贵的，不是吗？一盒就要好几百块，它不像芭乐一颗只需要几十块这种。发现最近直播有蛮多新，不是新朋友，应该是说最近可能一直都有在关注我的粉丝，可是近期有固定来看，Lucky 呀、啊，我喜欢叫你 Lucky 跟木婷好像一直都有木婷啊，玉人一直也有，可是玉人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玉人会就是来看固定来看我直播，因为我记得玉人的推是林杰，可是我蛮讶异的。我跟林杰型又不像，个性也不一样，差蛮多的。你也一起跟他穿，跟他改一下，跟谁改一下？谢谢 Dark Derek 为你送的神器星星。对啊，芭乐算是便宜的，又好吃。咖啡表总不能一直吃同一种口味，可是有人说我跟林杰长很像哎、欸，而且一家也说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我讲话什么都很像林杰，就是整个感觉，就是那种一开始很高冷那样的，有一点，可是好像我比较小孩子，但的确因为我年纪真的就比较小，然后再加上。感觉整个感觉他本来就比我成熟，再加上我年纪又比他小，我还是比较小孩子气的，跟他比起来。谢谢林先生的带修量比较，我要回讯息，等一下。重要的，手机不要举太高会照到哦。哦，真的假的？会照到？那我不要举太高。哦。啊，照到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可以不要这么没良心吗？就是照到可以跟我提醒一下，说玲玲可能现在玲玲纯粹的香囊写信啊，这个好可爱，这种学生时期的那一种浪漫的那种小送情书的那种动画，这浪漫的动画越来越浮夸了哎、欸。
姐姐业务联络嘛，我发现才，我现在才发现两只手机。对啊，我做什么大事业需要两只手机？有一次我妈就拿到我朋友手机，然后我妈就跟我说，我是做什么大事业，手上有两只手机，两只手机一起接电话，是什么在搞什么大事业？很忙吗？这样，然后就在提醒你哦。谢林神态的带你去量一步工作一步生活，我这礼拜蛮闲的，因为这礼拜端午节就没什么事情，端午节就大家都放假。哎，我笑起来稍微卧蚕哎，可是我觉得我的缺点就是黑眼圈很重，可是我觉得我的优点是黑眼圈伴随着卧蚕，因为有些人就只有黑眼圈没有卧蚕，可是我是黑眼圈又带一点卧蚕，所以就会让别人不知道你到底是黑眼圈还是卧蚕。好啦，可是其实它是卧蚕，所以很开心。我觉得有卧蚕的女生笑起来很好看。我不知道什么，之前我超喜欢这个颜色哦，我觉得这个颜色在光下面还蛮好看的，就是奶茶色，就是不知道哎、欸。我觉得一开始我用这支口红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第一支专柜口红嘛，我那时候第一次用这支口红的时候，我就感受不到它跟一般开价彩妆的口红有什么差别。然后我就现在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我今天用我就觉得很水，可是之前用就觉得很干。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嘴唇的关系，就嘴唇今天可能护唇膏差比较多，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这次用，我今天用我就觉得很好看。我也想要买那个卧蚕笔，可是一直没有买，因为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卧蚕笔是不是必需品？因为卧蚕笔它一画就有了，可是其实你用那个眼影刷沾亮亮画上去，它跟卧蚕打亮笔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就看你习不习惯，跟你懒不懒。你懒的话就直接一画，但是如果你不懒的话，就要慢慢的画，好好。嗯，各有缺点。但是我最近在省钱，所以最近可能不会去买，也一直没有买。对啊，我最近真的在省钱，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觉得。对，因为我现在有两张卡，然后一张卡给我妈保管，然后另外一张卡可以让我自己运用，然后那一对，所以我想说我以后都把一部分的钱，然后拿去转给我妈那一个卡的账户，然后一半存在我这个卡的账户用。谢谢 Kiki 做你的吗？所以我今天有喝饮料啊，可是我今天只吃一餐，因为我今天睡到下午三点多。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就醒了又睡，醒了一下，然后关一下手机又睡，然后醒来关一下手机又睡了，然后起来差不多三点多快四点，然后才出门买晚餐，到现在直播，所以我今天晚上可能睡不着觉。我现在已经严重日夜颠倒，我真的不知道我开学要怎么办，而且我学校很远，我学校变超远的，其实也没有说到真的很远，但是捷运可以到，不需要坐什么。不需要坐高铁，但是还是蛮远的，就是可能之前是从这里到这里，但现在是可能是从
啊，之前可能是从这里到这里，可是可能现在的学校是从这里到这里，就是这里到这里，这里到这里的一个距离。谢了蓝熊的红玫瑰，而且是最后一站。因为真的、啊，原本说，而且我前几天买了四个面包，两个蛋挞，两个面包，它可以放到后天，然后今天最后一天，然后我剩一个可以今天晚上如果饿了再吃。哎，我觉得买面包是一个很好省钱的方法，就是你看你买面包，我买那四个才不到165，就几十块这种铜板价，然后你就放着。然后可能你买一个碗一餐晚餐，然后可能大家肚子饿吃面包果腹，你这样一餐好赚70，不加饮料70，你就可以省很多钱，你一天花不到100，你就跟我一样睡久一点就好。最讨厌面包了，我要挑，就是有些面包很好吃。我刘海不算在长长，吃了快30年面包，每天早餐都在看到它。为什么？你是家人？要买给你吃的吗？还是谢谢雷普瓦送的红玫瑰。如何优雅的吃法啦？小易说：“话说现在不用留公式法了吗？一，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没什么工作，然后再加上我也没什么工作，对，所以现在。”不需要剪刘海，需要生血，拍生血才要剪刘海。然后公演很早就可以换自己喜欢的发型了，所以公演有一次我也是中分上阵，所以没问题。所以现在需要刘海的工作，目前我只要生血。谁吃芭乐会这样？你知道有一次我好像前几个月吧，然后我就看到香仁英上新闻，然后上新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这样吃草莓，然后这样，谁会这样吃草莓？谁会？谁这样吃芭乐？一般人不都这样吗？比较优雅吧，就跟可能喝可乐，有些人喜欢就直接这样，然后可能有些人就喜欢这样装到杯子里这样，可能比较优雅吧。像我就是就学就拿一根吸管，不然就直接喝没差，反正是一进瓶子。可是可能有我家人就很 care， 就是说要女生要优雅，所以要装到瓶子里再喝。我说这里是又不是热炒店，为什么要这样喝？他们觉得这样很不优雅。谢谢博维的百事可乐。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有人说看到玲玲剪刘海就代表要拍成是，
也不一定啦，我可能就真的想剪啊。但我能跟你们说，拍生写就是要公司拍，但是我不能保证说我只有拍生写会剪的拍。我想剪就剪，不想剪就不剪。婚姻的 reset 生写拍的真好看，谢谢，谢谢姐姐。谢谢 Licky 送的闪光星星，上个月就拍了吧？什么意思？玲玲哪一天会突然自己想剪？就心情，我心情很阴晴不定的。我自从整理我房间之后，我的灯就好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有整理跟没整理风水有关系。之前房间真的太乱了，现在买了什么芳香剂，然后跟整理断舍离之后，我房间就变得还蛮干净。然后现在就因为房间变干净，然后就有让我很想要保持的冲动，就只要看到有垃圾，我就自己捡起来，不管谁。心痛的声音切草，该不会有一天突然跑去剪断？我是不会去捐头发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想要捐头发，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一我觉得发质没有很好，二是其实现在。捐头发的人很多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假发通常都是用啊好的假发都是用真发去做的，所以要用我头发去做假发吗？就是还是要我头发去植入别人的头发？我的头发就是我的头发，为什么我要？就是一种感觉吧，要是还会很自私啊。可是我就没有很想要捐头发，再加上我自己觉得我头发发质没有好。对啊，我之前就去看医生，然后他就问我说，房间是不是很乱？我说，他就跟我聊天，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哦，因为我女儿房间很乱呢、啊，就是他就说，因为我女儿房间很乱啊，我们家，好像他住二楼吧，我住一楼啊，有时候去看他房间的话，超乱的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很多人房间乱，心情不好都是因为。房间乱，然后浮躁也是因为房间乱，因为你一回家嘛，然后看到那个房间乱，你就会心情不好。植入别人身体感觉怪怪的，就是可能你说就是那些可能捐身体，就是捐上身体一部分那些，可能是因为真的想要帮助别人捐血啊，或是捐那个胃之类，反正捐身体上某一个器官。是可以捐的，那可能是你想要帮助别人，那 OK 没问题，或是你想要卖出去想赚钱没问题，但是头发我没事，我好好端端的，为什么我要对吧、啊？捐头发要留很长，剪很短。但我之前的确很想捐头发，因为我看别人捐头发虽然很棒，然后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觉得对啊，的确你很有心很棒这样，但是不知道耶，其实我不是说很爱我头发的啦，但是我现在头发慢慢流长了，你们不觉得我头发慢慢流长吗？就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长发的。
些人买假发不一定是因为他真的需要，单纯只想要做造型。多捐血比较好，虽然你不能捐。为什么我不能捐？那为什么不能捐？国情没有没有这关系吧？没有吧？没有这关系啦，没有这关系吧？没有这关系吧？没有吧？是没有啊，你只要想捐就捐，因为之前我们体重太轻不能捐，我体重没有，没有吧？没有吧？没有吧？会拒绝？真的假的？不行啊，我会昏倒。哎，哦，跟你们说，就通常很多人不是可能太瘦，然后可能有些人太瘦，然后体弱多病、贫血什么。但我跟你们说，我瘦归瘦，我真的，我现在讲起来好像很扯，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但我目前来讲，你们有昏倒过的经验吗？大家各位有昏倒过的经验吗？追求体重女性应该要40公斤以上哦，那其实蛮重的。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才40出，不到45，没有，没。哎，那你们很健康，男生是不是比较少昏倒经验？的聆听力好棒棒，那种小鸡蹦蹦有昏迷过的经验，而不是说身体，我是认真在问你们这个问题，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是认真在跟你问这个问题，我没有在说就是那种动画出现那种流鼻血昏倒的那种，不是，是那种认真身体不好昏倒的那种。一个月，所以昏迷一个月是认真一个月都没有醒过来呢。因为我听说好像有人昏迷好多年，有这个经历吗？反正就是有人昏迷好几个月，所以人最常昏迷可以昏迷到多久？会不会有人昏迷3年，然后3年之后才起来？你们有住过院的经验吗？穷到8天没吃东西也没有晕。没吃东西是不太会吧，我觉得要看体质，因为有些人没吃东西活得好好的，像我，没这个没疼。是偶尔会有昏迷突然，对啊，所以我才问他到底是真的那种是真的有经过医学，他就说身体最长昏迷时间还是怎样，知道？
我没有，我从出生到，我从就是我从被抱到从婴儿时期，就是刚出生在产房休息的时候被我妈抱回家那一刻，好像就没有在 住过院哎、欸，对啊，好像没有昏倒过，就是很蛮常头晕、贫血、偏头痛，但就没有昏过去的经验。但很多次有濒临快要昏过去，但就是没有昏过去。有时候就是可能眼前就是有点快要，但就是没有昏过去，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好像我弟也没有，我们家族好像没有人会很常昏过去的经验。那但是我很瘦啊，所以我的瘦是健康的瘦咯，是吗？住院我没有去。诊所住一晚倒是有，那就算是住啊，那就算是啊，就只要在医院或诊所待上一天算。我觉得瘦有分很多种，有些人的瘦可能是那种内分泌失调，或是真的生病，然后不是是体内的那种什么甲状腺亢进啊，这种会导致身体瘦，它是真的会昏过去的瘦。可是我的瘦好像就单纯是代谢不好，就是吸收不好，吸收我不是代谢不好，是吸收不好，就是我好像真的就是单纯吸收不好，无关于体内的内分泌问题，我单纯就是因为吸收不好，这样，就是我吃什么就拉什么。虽然你体重轻，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过瘦的那种，像雨晴的脸就看起来很瘦，可是我的脸就看不出来是很瘦的，那我整体就看起来是瘦。就算我照镜子，我觉得哎呦，我变胖了，可是别人还是觉得说没有你好瘦。可能我自己看自己习惯，然后当然就看得出来，可能有变胖一点点。那他们在他们眼里觉得没有你还是很瘦。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他们太胖还是我太瘦？但我说别人太胖，他们一定会不爽。可是我真的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你看，如果真的一个其实体重就很完美的身材，他并不会说我很瘦。因为他自己体重很完美，他自己也算瘦，自己也算是刚刚好，他就不会说我很瘦。那、如果一个体重可能超过45以上的，然后说我很瘦，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是你太胖，就心疼，会觉得是你太胖，为什么要怪我很瘦？然后我还要被别人骂说我都不吃饭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搞不好是你自己这样？对、啊。那如果对啊，你看，如果一个人很瘦，他当然不会说你很瘦啊，对啊。是啊，会啊，我会说别人很瘦，但我只是单纯想要单单看说别人很瘦的那个人。你跟平常谁比较瘦？轮流吧。医院尤其是病房这种地方，感觉就很低气压，还是不要去住。平常三七，好瘦啊。平安可能有时候，可是平安他看起来是有肉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瘦，我连骨架都小，但平安是有肉的。而且有时候可能就36，有时候可能平安38，啊，有时候我可能39，有时候平安38，啊，有时候可能38，平安37，有可能说我37，平安39。我现在搞不到40了，我没有量，但我觉得我现在搞不到40了。我觉得破40那一刻，我一定非常开心。你比较高还是平衡？我比较高一点，有比过啊。他好像153，可是我好像154、155，就是我还在长高，因为我还在长高啊。对啊，因为我还没有满20，我还没有满20都还会长。而且再来说，我是发育比较晚的小孩，所以
又不像妮妮，可能妮妮是发育很好的人的小孩的女生，应该说妮妮算是在我们这年龄发育很好的女生，可是我是发育比较晚的女生，所以就是我这个发育真的很慢，就是别人都已经抽高到一个数字了，但是我还没开始讲，就是我比别人讲的还要慢，所以别人可能现在已经讲完了，像你可能就已经差不多，但是我还在，还搞不好我还没开始我的黄金阶段，就是我的骨骼啦，我骨骼好像还没有我真实数字这么大，因为有人说不是中医很多人说什么要看骨骼嘛，但是我的骨骼好像还比我年纪还要再小，还是一样，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感觉好像就没有说我的骨骼年龄比我真实的年龄还要再大，对，好像是刚好16、17吧。期待你也突然抽高，我最近又长高啊！我最近真的长高，我最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发现我长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睡眠的关系，还是因为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奥妙，不知道为什么人只要不下床走动就会长高哎、欸。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不会没有碰到地板所以不会被压到的关系，其实我不知道，我真的我这样躺在床上我早上起来我都觉得我的头是超过我镜子的高度，但是我下课放学一回家照镜子就跟镜子的高度一样，我就觉得很妙，为什么人一刚起开始起床就是比较高，真的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真的，我真的每天有研究出来，我搞不好是一个研究学者，我是认真跟你们说，我真的，因为我每天都在刷牙，不是都会有镜子嘛，然后我就看看后面，我就跟那个瓷砖的线比，可能是两块瓷，最面有一块瓷砖，另一块瓷砖，可能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我到这里，可能有时候放学回家洗个手，我就变到这里。真的，我没有在给你们看，可能跟站的前后面有关系，可是也不可能太巧，每次都是放学后变矮一截吧，真的就是这样啊，我真的没有跟你们开玩笑，真的。早晚身高差是有个，你看，就真的有人医学指出吧，真的，我搞不好我证实了这个医学指出、欸，哎，天哪！幸运的行李箱，真的啦！我跟你们说，而且我觉得我在长高，因为我鞋子堆满，其实我鞋号很小，鞋号有分两种，我不知道怎么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但是一个是22，一个是36，他们是一样的鞋号，但是数字不一样，但他们其实是一样的鞋号，一个是美国那边欧美欧洲，一个是亚洲吧。反正就是，我在亚洲是22，然后在欧洲那边的计算方式是在欧洲那边计算方式是36，然后我就算有时候可能买到37或是22.5，可能有时候会太大，我就去买鞋垫，所以等于说那个鞋子本来这么高，那个鞋子不是布鞋，是可能已经本来就有跟着那种马靴或是马丁鞋，或是厚底高跟鞋，它可能是这样，已经有跟了，然后可是因为太大了一点点，然后我还去加鞋垫，然后这双鞋可能就有快10公分，也太多了，没有那么高，我不知道怎么算，我对那个尺没有概念，差不多就这么高，6、7公分吗？我不知道，应该是6、7公分吧，因为我的那个对尺的概念应该是6、7公分。我现在身边没有尺，哎呦，来我们来比对一下，大概是有尺，我不是无尺之徒，就是大概可能。几寸是零哦，从零开始计算。好，我们算5公分，好吧？我们算5公分，
五公分，然后我一五五，我穿鞋子高的话有一六零哎。对啊，但如果好，我算我可能鞋子比较矮，但我至少也有一五八，就是我以一五五计算的话，我以一五四点五或是一五五计算的话，我穿那种马丁鞋或是有厚底的鞋子，或是有跟的鞋子的话，我是可以到一六零的。加上我的比例看起来又瘦又长，所以会让别人觉得我有162、163。对，但是听到我真实数字我才154，其实是会吓到的，因为我长的是一个高脸啊，是我的脸看起来是高的。163的话可能有点夸张吧。嗯，高跟鞋有啊，真的有啦，真的有啦。视觉上来看啊，可能真的量可能160，可是视觉上看起来是有162、163的。真的，你的心智年龄应该有40岁。不好吧？没有吧？我心智年龄没有40吧？我觉得我心智年龄大概落在18，就17、18是差不多的。我觉得我心智年龄刚好啊，我觉得我不会给人一种很小孩子，也不会给人一种很大人的感觉。要看人啦，就是如果以一个外人来看的话，我觉得刚刚好啊。而且我长得也没有说很成熟，也没有很幼稚。人看人有关系啊，如果你那个人可能成长经验看你，可能就觉得你很成熟；有些人成长经验看你，可能就觉得你很幼稚。所以，某一个人的言论不代表不概括全部人。中人，对，中人，对啊，因为有些人就真的长得很成熟，然后整个感觉就很不像他这年纪。可是，而且有些人吃到超龄，而且那个超龄是不太好的方向，我就会觉得，对，就我宁愿小孩子一点，也不要像他一样这么超龄。我有看过一个人很酷欸，就是我有看过一个朋友很酷，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就是他是。他看起来很小孩的这种，就比我还要小孩，然后又小小只，那种可爱的萝莉的感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哎、欸，就有些人的长相跟个性跟讲话的感觉，会让你误以为这个人可能很可爱，或是误以为让你觉得那个人可能很幼稚，或是很 UK， 不像他这年纪。但其实他搞不好他的经历很丰富到你吓到，就是哇，原来他的经验其实是比我们这年纪还要再多的，就很酷啊。所以还是不能以一个人的整个感觉来看，就算你很会看人，但是其实你还是很难看出他真的这个人，因为你没有给他想过，你还是很难看出他这个人真的经历了什么。可是你很常谈论一些不属于少女的事情，什么？例如，怎么说？我谈论了什么？来，可以分享看看啊。少女的，那我问你们，少女的东西是什么？少女的事情是什么？对你们来讲，少女的事情是什么？我脸红的思春期嘛，这种少女的事情是什么？少女的事情好像看听起来很怪，少女的事情是什么啊？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帅的帅哥，这是少女的事情。少女的事情是，对，少女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少男
的事情就是哦，那个正妹，那个妹很正啊，身材很好啊，就是少男的心，少男的事情，跟少女的事情有什么？那个帅哥超正，那个路边那个欧巴看我是个吗？少女的事情，所以我在直播分享，哦，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欧巴超帅的，这样吗？不知道没当过少女化妆，我没有聊化妆吗？我刚才有跟你们分享我这个我第一次买的专柜的口红。然后我这次用我觉得非常好用，我终于用出心得来。我不知道跟你们分享，看都没有看，专心看我直播。我刚才那边烫卷那个头发，这样。我不知道少女该谈些什么，但一般不包括吃囊。不是啊，你们干嘛放大吃囊这件事情？我就真想吃囊啊，就因为他，我要认真跟你们分享为什么会想吃囊的原因啊。因为我其实不是喜欢吃太多香料调味啊，然后很复杂猪肉肥肉加一起的那种料理，我喜欢吃那种单一味道，然后那种饼的感觉，就是饼皮的那种感觉。我有一次应该说有一次，我先跟你们分享我吃早餐的经验，然后再跟你们分享我刚刚要说的那些事情。好，我先跟你们分享我有一次在吃早餐的时候，我也在吃早餐，因为说我每次吃早餐点蛋饼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地方就是它的饼皮，它只有饼皮的地方超脆超好吃。然后有一次我就突发奇想，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娘说，我要一个原味蛋饼加一片饼皮，然后我就没有跟他说我不要加酱油。然后他就加了酱油，结果酱油加饼皮超难吃。然后因为我喜欢吃的是单一饼皮不加酱的那种饼皮，但他给我加酱，那饼皮超难吃。所以我就事实证明了，我喜欢吃饼皮，但不加酱，单一饼皮。你会讨论红色高棉世界经济，我还没有深入探讨嘞。你们要听我深入探讨吗？我来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看了什么影片。我最近看了老高的影片，然后老高的影片就有在介绍世界首富。你们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吗？不是比尔盖茨，也不是郭台铭，也不是什么，也不是那种，也不是你们所看到的那种榜上第一名的人，他都只是世人所看到的，但其实有你们不知道的人，他是隐藏的富豪，他不会公开，他很低调。来，那个是一个这个故事吗？我去做一下功课，统整一下再给你们分享。想听吗？但是我可以先跟你们分享一下一点点，就是比较大略。然后你们有兴趣，你们去看老高的影片，你就查老高，然后罗斯柴尔的家族，然后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影片介绍。我先去洗澡。你可以去洗澡，然后听我直播，这样比较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啦，就可以利用时间去洗澡，对，就不用浪费时间听我在那边废话。罗斯柴尔的家族，凛凛神推，你知道罗斯柴尔的家族吗？你看，说的也是。我人真善良，提醒你要善用时间。你看完电影《香水》的心得哦，就觉得那个人有病吧，就觉得那个人有病啊，对吧？真的觉得那个人有病，是认真的，而且好恶心啊！我边看边吃东西，我快吐了。这也算是有名的，你说《香水》这部电影吗？那天晚上我就吃我买的那个蛋挞，我就边吃边看，一打开就是虫，哇，我真的是吓到了，我就赶快吃完，赶快躺回床上看完那部电影，
但真的好恶心啊，怎么拍的？还真的不太熟罗斯柴尔德，就是你们所听到的那种银行，他有都有他们的股份，他们都有入股这样，然后什么可口可乐啊、麦当劳啊这种石油厂啊，这种都有他们的股份。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比政府还要再有权一点，就是政府还需要仰赖这个家族的财力，这样他们才能运作。真的啦，你们真的去看那部影片，就打罗斯柴尔德，然后就哇，我就吓到，原来世界有这么酷的东西。你都用什么定妆？我不定妆的，我不定妆的，因为我觉得有定跟没定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差很多。那你吃蛋挞会只吃下面那个塔吗？哦，不会耶，我一起吃。四大财得到，不是你们看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个犹太人家族，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现在是不是第一不太老，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不定妆粉底会让脸黏黏的吗？你买好一点的就不会啊。买兰蔻的那一个。我今天直播化解很好，因为有灯呢。为什么没有？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家训，就是家里财务状况。很酷哎，这个你们去看那部影片啊，然后看完可以跟我分享。虽然我不知道这可以分享什么心得。他都不上市，所以究竟有多钱没人知道。那么顺便我们看一下2019年世界富豪榜，最喜欢看的，第一名贝佐斯，就是亚马逊的总裁。第二名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微软。定妆才会黏黏的，家属你化过妆，说好的，让这个手机直播呢？啊，就这样，我觉得已经很好了，用不到那么好，我觉得我用不到这么好的。我觉得我用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我不觉得我需要用到这么好的东西。由玲玲这一代开始投资，开始成为台湾财阀。不要吧，台湾是一个 是一个真善美的国家，我不希望台湾变成财阀，不希望啊。粉丝吃太好，不然以后用旧手机就不习惯。我不要让你们吃那么好，因为怕你们胖，就我怕你们习惯，你们知道吗？吴氏家族哇，吴氏家族哎，没有，我觉得我觉得很酷，因为我们家族其实是一个很蛮庞大的，但没有说到非常庞，就是没有说到非常那种哦，众星云集这样。但我们的人家族算是蛮多人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客家人嘛，然后我们有时候可能都会回那里吃饭啊、聚餐什么的。还真的有芭乐田诶、欸，还真的有诶、欸，好像有吧，好像有种芭乐，然后
然后有姜黄、姜甜、姜麻圆。看来你有研究过族谱。哎，我们家真的有这种东西，你们知道吗？我们家真的有族谱。哎，你们，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你们现在都开玩笑跟我说，你可能有研究族谱。我们家真的有族谱，印出来哎，然后阿公还亲手拿给我看，看就是我们家族谱，还有印那种牌位，还有印那个就是那个坟墓那个扫墓的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整修过的改善，还有那种时间呢，1819年啊什么，那个牌位都排好好的，我看到我吓到，然后我真的有出现在上面，我的照片真的有出现在上面，好像是吴氏家族其中一个。还有个分析又分超好的，我真的是，我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爸爸那个东西可以拿给我，我不会透露太多，但是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大概在哪，有吗？爸爸现在找得到那个族谱吗？那个红色那一本薄薄的那个，不行，我爸说不行，好吧，我爸爸说不行，所以就不行。我之前以为，我跟你们说超好笑，那时候我好像吴，我看一下，就之前清岭来台有一个叫吴的什么的，我查一下，前就国小的时候，然后不是国小还国中，反正有一课本，然后里面就有介绍到一个人物叫吴沙，然后我那时候超蠢的，那时候我好像真的脑袋有问题，我以为姓吴的就是我的祖先，我以为姓只要全世界姓吴的都跟我有关，都是我的祖先或是我上上一代，我那时候还小，国小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小，我不知道，我以为只要姓吴就是我的祖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坟，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吴沙是我祖先，他说最好是啊，真的假的？说对啊，真的，超笨的，吴三桂就是反正是我姓吴的一个姓吴的一个历史人物，我忘记是谁了。然后吴沙还吴三桂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他是我祖先，然后说最好是的。我说真的、啊，因为那时候我以为姓吴的就是跟我有关。Hello， 那你跟小慧一定不熟。我那时候就真的以为啊，反正是就真的那么的尴尬，不知道，就很好笑。姓吴的要开始切割了吗？没有啦，哦，反正就是这样。我跟你们分享到哪？哦，我跟你分享，我刚刚讲什么忘记？我刚刚说那个嘛，苗栗，然后种拔啦那件事情。但是我们家很多人，然后
就是还会有那种阿公还会上去致辞那一种，他会说希望我们家族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起拍照，然后因为这只是一个聚餐而已，然后人家看到照片说是过年吧什么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找到那种很大的餐厅，可能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开餐厅吧。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进去，然后就包整场，然后就会整圈布成二楼、一楼、二楼啊，或是整间餐厅，然后都是我们家族的人这样，几百的家族聚会吗？好像还没有到几百，但就是蛮多的，但是一定有超过，一定有超过40人，然后一定都十几桌，五栋包场，很酷耶，很久没有回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因为不知道耶，可能大家长大了，然后小孩长大了，然后都很忙，然后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是爸爸妈妈都正常上班，然后小孩子都是出跟朋友出去，或者是自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只有长辈出面这种。你是吴氏家族第一个偶像吗？为什么要问这个？你会家族聚会上台表演《But I Want You, I Need You》吗？我会拒绝他们的要求。今天怎么这么多要回的讯息？没有啊，没有啦，还好吧。啊，就真的很需要啊，就真的刚好啊。就像可能如果我是用一台手机直播的话，我可能就是要等很久，这样滑下去到底谁，然后还要再等，然后等直播完，然后别人很可能要等，让别人等很久。但现在就好像现在还可以，虽然你们可能会有点反感，没办法 ，sorry， 对不起，我就这样。所以讨厌别人来跟我指教了，没有开玩笑，开始忙了，最讨厌别人指教我了。现在很常人就是见面好像会说请多多指教啊，那种礼貌性，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会不爽别人指教我。零食越来越大，你们家好讽刺哦。不录了不录了，想说说不定你有偶像的优良血统。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新闻早就爆了吧，新闻早都爆了，但就没有啊。如果对啊，你看看，如果有的话，早都像婷那样上新闻，或是像那个紫嫣一样上新闻，然后做访谈，那就没有，所以没有啊。吴董声音做很大，两亿的声音要谈。哦，那个那笔账单那个什么时候会进来啊什么的？哦，那个会有会要开啊，秘书不是有那个有会要开啊那个。这笔，他说这个合约，这个合作，那个什么时候谈啊？那种大老板好像都会需要跟秘书谈的心。而且我现在做的这些不会是老板要处理的，都是秘书要处理的。然后秘书会安排说，秘书要安排这个时间要干嘛？这时间要干嘛？然后还在你旁边说，啊，我们这个礼拜一上午这样这样，然后这礼拜二上午这样，然后下午你的老婆会回来谈。回来了，所以你要可能要准备一下哦，这样还要提醒他说，哦，今天可能家人要回来哦，然后对，那种对，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老师之前做秘书，就跟我们分享过，他那个老板的那个
老婆，很可怕。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都要跟他先通知好，还要先做好准备，心理准备，才能跟他碰面吃饭。所以秘书都要提醒他说，他下午班机会飞回来，所以你要准备好，然后跟他见面，然后跟他吃饭，然后餐厅都预定好了，就真的这样。他然后还不需要自己去规划时间，都是秘书帮他规划时间，老板只需要出面的，对，老板只需要打扮好出面，然后有时候可能约好的时间，他可能刚好就不想去，然后秘书可能还会帮忙带他说，好，那我再改个时间呢，这样。大老板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而枯燥，感觉这秘书有鬼，没有啊，就真的、啊。可能玲玲老板会把秘书呛到哭哭。哎，真的啊，这真的很偶像剧的剧情啊。当我秘书的一定要是帅哥，没有啦，开玩笑。当我秘书应该是要很，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应该是要当那种很细心，选那种很细心的那种。秘书不是都要很细心吗？很细心。像我就不适合当秘书，因为我自己都把我自己管理不好，我还要帮别人管理事情，还有时间，我可不可以把他的人生给毁了？比较像八点档剧情，内心戏一堆。放个音乐哈，噔噔，今天不想唱歌吗？不想，不要。其实这样中分蛮好看的，是吧？我跟你说，所以我这么喜欢，就是那种随性的感觉，然后这样可以随便拨刘海，你要去鼓他说他有没有整齐，然后他拨头发又不方便，然后可以随时拨，而且那种蓬松的感觉。谢谢林大 boss 送的带你去流浪。吴东伟啊，跳舞全靠你了。Oh no， 不出面的，我不出面的，就是可能需要请别人来跳舞，我可能只需要上台致辞吧。我是有风扇，那种80年代的 MV 不都这样拍吗？80年代的 MV 不都这样吗？80年代的 MV 玉女风格。不是都这样吗？80年代玉女风格不是都这样吗？倩女幽魂好像这样，就是有那种感觉。
杨林之类的吗？对，我不知道，我比较想要当关之琳。吴董这个月员工薪水发不出来怎么办？薪水发不出来就只能发出来啊，就怎么办？真的完全没有预算了吗？完全没有预算考量了吗？完全没有预算了吗？真的完全没有预算了吗？一定还有吧？怎么办？去跟谁求救？需要周转一下。关之琳，玛丽莲梦露老板太正了。玛丽莲梦露前几天生日哎、欸。来，我们来查查关之琳长怎样。我是老板娘，你们只能听我的，你们是下属。很漂亮哎、欸，没有，她跟邱淑贞有点像。青霞，王祖贤也不错。那有林青霞、王祖贤呢？张曼玉啊，张曼玉也很喜欢，我也喜欢她演的《甜蜜蜜》。像他们的谁？你觉得我像他们的？就是你觉得我是最像哪一个人？是蛮漂亮的，就是像个那年代女性最像哪一个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漂亮。现在真的是现在那种网络上面那种网美型，然后整形的女生都比不上他们。他们是时代的，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是你们那时代的女神吧？那种男的，那种篮球，那种新少年的梦想。啊，好漂亮啊！王祖贤好漂亮啊！曾婉婷啊！不要啦，曾婉婷，我真的哦，她很漂亮，没错，但是拜托不要，我不想。好，没关系。邱淑贞，真的假的？回回是听我之前讲邱淑贞才觉得我像吧？我一点不像，我一点不像邱淑贞，我下巴没有她这么尖。我不是那个年代，小骗的啦，小骗的卖骗的。哎，我竟然讲那个乡音哎，麦片啦，那个哦，蛮像的，是这样讲吗？麦片啦，是吗？是这样讲吗？不是那年代，我年代喜欢叶温仪，不知道他是谁。Sorry， 我比较知道大众的。cosplay 这有人要看吗？穿着红色的那种大衣，然后红唇，然后手叼着扑克牌，有人会想看这个吗？我 cosplay 这个，有人想看吗？
是赌神二的消暑针。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讲，我觉得我就是很有那时候的感觉啊。我真的生错年代了。现在这种女生，哈哈，这种很漂亮，我喜欢这个，她是我喜欢的型，范冰冰这种感觉，我超爱范冰冰的。我喜欢范冰冰的长相，就是很标准的美女。给你们看范冰冰。我国小超喜欢范冰冰了，因为我看她演的武则天，然后就踩她，我就觉得她在武则天里面超漂亮。我真的觉得范冰冰很漂亮耶，你看，是这种，我喜欢这种中国美女的感觉，是我喜欢的型，就是中分，然后瓜子脸这样。男生好像比较少喜欢范冰冰的吧，会觉得她太过于霸气。但是其实她这种女生很得我喜欢，就很漂亮，你不觉得吗？就是很标准的美女。有点太美了，不行，我们。哎，年纪吧，他们年纪就搞不好比你还大嘞。范冰冰年纪搞不好比你大。你可能要叫他姐，就是你可能如果你们真的认识的话，然后你可能要叫他冰冰姐，冰冰姐就这样，就是对，冰冰姐，对，在内地他们也确实要叫他冰冰姐，如果。姐在叫白冰冰吧？没有吧？真的，我真的有人听到，我真的有听过，就是他在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有人叫冰冰姐。还有 Angelababy 这种，可是我觉得 Angelababy 还好。我还喜欢那种是谁、啊、演那个姐妹那个。我忘记他是谁了，我找一下。就是一个女明星，不行，我一定要找给你们看。我们先自己聊一下哈，等我一下。性有点像，结婚的那个。
你们知道陈意涵吧？知道吧？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你们知道吧？应该知道吧？就是大眼睛大大的那个。就对啊，就前听说，对对对，就我的个性跟他有点像。陈意涵也有往大陆发展，不是吗？现在台湾艺人真的都为了，对，那个张钧甯也是啊。吴全顺，爱情吴全顺，什么爱情吴全顺？哎，这个睫毛，我今天到底怎么办到的、啊？希望我每天都可以画成这样。根根分明，我最近，那不是说我最近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西洋歌手，可是他现在比较少出来了，艾薇儿。我觉得我跟他也很像，个性啊，长相都很像，那种朋克女王，我超喜欢她的欸，我真的很喜欢艾薇儿欸，就其实她真的长得很漂亮。现在凌晨，她在带你去流浪，就是她很喜欢画那种大烟熏妆。很漂亮，而且他的歌很好听。我非常喜欢他。现在 Licky 的星辰，国中时很爱听艾薇儿，但零零何时听的？我很喜欢听，我一开始听他的第一首歌是《拒绝长大》，中文是《拒绝长大》。Hairs to never going.这样念没有错，就是你们应该听过吧？还英文欸，没练过是唱不出来的。你们一定听过，这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你可能听过这首歌，但不知道他是谁唱的。很好听，我超爱艾薇儿的。我上次放就想问你说，问这首歌是谁唱的吗？
吃哦。就很好听啊，我还想一个女生是小甜甜布兰妮那个小甜甜布兰妮那个，你们知道小甜甜布兰妮吗？就是那个One More Time 那个，我只知道小甜甜安东尼穿那个红色紧身衣那个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那个，十二年前，我那时候几岁啊？五岁。有没有那种很复古的那种美国时期？Baby, baby, one more time. 他们喜欢 baby, baby，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事情，他们歌喜欢 baby, baby 有那种感觉。看，听 Baby One More Time， 这是千禧年吧？哎，你们知道这个风格是什么？是 Y2K， 你们知道 Y2K 是什么吗 ？Y2K 是一个风格，然后那个风格是千禧年的时候，辣妹过招看过吧？就是各种荧光粉、荧光绿，然后各种复古样式，就是各种七彩颜色穿在身上的那种，那叫 Y2K 风格。对啊，这是我刚出生的时候，跟王心凌好像是同期的感觉吧。就是王心凌红了，她可能在全世界都很红。可是她现在经过一阵子，好像有被她父亲争取她的财产。可是他最后有透过法律夺回他的自由，对，所以我爸以后不要这样对我。如果我真的红了，我不希望我爸不要这样子。原来你跟王心凌同期，我出生的时候是王心凌最红的时候，是刚出来最红的时候。爱你就2004年嘛，然后我2004年出生了。哎，我跟你们说真的。那很多都被当摇钱树嘛，那种你们知道纪宝如吗？你们知道纪宝如吗？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我就知道。纪宝如不是他被奶奶奶欺负吗？我看过一部影视电影影视剧叫《珍珠人生》吗？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很奇怪的东西？好奇的，我真的好不少女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被说不少女。很多抖音都会剪那种很老的时候很红的歌，所以你说其实他们有退潮流吗？其实并没有，只是用另外一种现代网络的资讯去传唱这种经典的歌曲，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退潮流，他们只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就是去回味啦，像 TikTok 就很多爱你啊，小红书很多爱你啊，这种 Baby Baby One More Time。如果你可以红到被当摇钱树，就成功了，哈哈哈。你们知道吗？就是纪宝如啊，那种第一童星。其实我是说真的啦。我很羡慕童星可以就是演戏啊，但其实很多人说他们没有童年啊什么的，就是你们可以去看这部新这个新闻，叫《第一童星被当摇钱树揭秘阿嬷逼打抑制生长针》
我都看那种电影，我都看那种新闻长大的，就是有时候想到没事，然后就去看新闻，然后就会，对。你们知道，就是。好像有一部卡通就是他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甜甜，就是那个从小都住在孤儿院那个，你们知道吗？那个也是我有一个女孩叫甜甜，还破音，从小住在孤儿院，叫甜甜，长在孤儿院，你有听过吗？三，这到底是哪个年？那是我爸那个年代的卡通吧，我爸那年代的。就我小时候的时候吃便当的时候听到的、欸，你寻母啦，就是纪宝如唱的啦。哦，万里寻母。我想，就是万里寻母 ，Mina 会唱哦。你说哪一首？万里寻母吗？就是比较悲伤啊，我想你妈妈这样。你们能想象这首歌是一个童星唱的吗？因为他好像就真的没有，他有妈妈。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纪宝如的故事。就是纪宝如是一个我阿妈那年代没有那么老，我爸那年代的嘛，差不多我那个年代的童星。然后他家里非常迷信，然后就去庙里拜拜，然后说他们什么。母女相克什么的，就是不能住一起，所以阿嬷跟阿公就把他带出去住，然后妈妈好像就跟他分离，还是其实他们住在同一间房间，但就是不能碰面，然后他不能叫他妈妈妈妈，对，然后他只能叫另外一个家庭的妈妈，好像不是另外一个家庭，就是他们家人，但他不是他妈妈的一个阿姨，叫他什么妈妈啦，反正就是不能叫妈妈妈妈，然后。他们不能有母女很亲情的关系，他就是阿公阿妈带他长大的。突然从艾薇儿跳到这个这么久这么以前，我有点跟不上。还好啦，来跟上脚步，跟上我的脚步。好，就是我来分享。你们知道你们有听过他的故事吗？你们有听过他的故事吗？我想要指导一下，有没有人听过他的故事？如果有的话，代表我还是正常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我不正常。我先去，哦哟，我都不知道，哎、欸，很有趣哎、欸，我觉得这话题超有趣，只有你们不觉得有趣吗？没，哦、oh, ，sorry， 你们是不是台湾人？你们，他就是台湾的一个演艺圈很重要的。半故事之一，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真的不知道吗？好奇怪啊、哦！玲玲好老哦，啊，我就老灵魂妹，我叫老灵魂，真的不知道。我爸应该知道，我阿嬷应该知道，我妈搞不好也不知道。好讨厌，谁知道啊？我真的好怪哦，怎么会直播讲这个啊？啊，但我觉得这很有趣啊，明明就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怎么会？好吧，那我讲那个吧，小那个白小燕，
你们知道吗？哎，有一次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然后我们打算要演台湾的新闻故事，然后翻拍成戏剧舞台剧的方式演出，然后我们就提议台湾有哪些社会案件，然后就提白小燕的新闻案件，然后我老师就说非常有共鸣，那是我年代发生的事情，然后全台下的同学就是哦，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老师超有共鸣，我就觉得我超得意，只有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啊，因为我讲那年代的东西你们不知道，就讲那年代比较有名你们就知道，白小燕你们一定知道，但你不知道纪宝如居然还可以接到冰冰姐。对啊，刚刚有人说冰冰姐嘛，然后那我来解一下，你们知道冰冰姐家超大的，然后她自己一个人住，艾薇儿聊到白小燕再聊冰冰姐，冰冰姐是一个坎坷的故事的人，跟纪宝如有点像，就是从小就出来歌，跟那个谁有点像啊，跟那个，我找一下，我叫名字，那个叫什么？完全忘记他名字了。就我之前有去看的展览，然后是香港女歌手。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忘记名字了。哦，梅艳芳啦，梅艳芳，梅艳芳也是一个，就是从小就是去外面唱歌那种算童星吗？就是很小就开始这种在街上唱歌的那种。白冰冰也是驻唱歌手这样。哦，有白小燕是谁？白小燕是白冰冰的女儿。听说冰冰姐年轻时，对啊，冰冰姐也是之前在那种驻唱歌手哎。真的不知道纪宝如吗？那你们有看那个吗？就是黑社会妹妹，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小白兔的女生，她就因为演那部《珍珠人生》，然后入戏太深，这样。你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吗？然后梅艳芳里有看过《东方三侠》，那是我还没有，我不喜欢那种东西，我觉得有点太古老的东西，我其实也没有很爱，太硬的东西。梅艳芳说她要嫁给舞台，有够感人。我只知道大牙鬼鬼。你们知道那个吗？许不了，台湾卓别林，许不了。你们知道许不了吗？我知道他哎，老，因为我们学校也有翻拍他的舞台剧，就是算是表演他的人生这样。因为这种你知道吗？读表演都需要知道一些历史人物这样。许不了，哎，我真的很爱。我跟你们说，我有去研究他的故事。他也是一个人生坎坷的人，我觉得好像演喜剧的人都其实人生都还蛮坎坷的。那年代很多明星艺人其实都蛮坎坷的，就他们都是那种孤儿啊这样。而且你们不要小看许不了，桃花超好的，因为女生很喜欢男生幽默搞笑，然后女生看到这种男生就会嘻嘻笑笑，然后就很喜欢。
然后因为许不了就是很会逗人笑嘛，然后他就到处惹花年草，然后接触很多女生，然后女生都很喜欢他这种风格，这种搞笑风格，然后不正经的风格，然后就很喜欢他，所以他交过很多女朋友。虽然他可能不是说、哦、超帅很有钱，但他就靠他的幽默。你们也可以靠你们的幽默啊。那玲玲算是演喜剧的吗？我不算吧。玲玲喜欢幽默的男生，哦，我喜欢幽默的男生，台湾卓别林，我觉得幽默的男生还蛮加分的。你们可以去看这种台湾大搜索这种电影，我超爱看台湾大搜索，我超爱看台湾大搜索，就是台湾大搜索这种电影啊，就很多故事。我想上厕所，我先去上个厕所，再跟你们分享他的故事。我去上个厕所，等一下我去上个厕所，我再跟你们聊天。周星驰，等我一下，我今天上个厕所再回来。吹跳了，哎呦，关个电风扇。回来了，我要开电风扇，好热了。电风扇，我刚刚讲到哪啊？你说谁？等一下，周星驰。你们知道周星驰的故事吗？我知道，因为其实周星驰他是一个。周星驰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他是天生的演员，他是天生的艺人，这样就很会搞笑，然后很会演戏，然后所有的演出他都是自导，他都是即兴的。你们知道什么叫即兴吗？就是可能导演说 action， 然后他就直接可能稿看一下，然后就知道导演想要叫他什么，他就自己去演出，不看稿，然后自己想台词，这种即兴。他就很会即兴，然后很会搞笑，很会抓观众眼球，所以观众可能都很喜欢他的表演方式。可是其实他在圈内，就是很不受欢迎嘛，因为他可能就会很觉得，哦，我觉得这样演观众喜欢，可是导演并不喜欢说他那一套，或是觉得怎么没有沟通就这样演，就可能会有冲突吧。对，所以而且又好像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好像很多人都跟他合作就会觉得不开心，所以他其实在圈内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可是我们看起来好像周星驰他好像很会表演什么的，但这只是观众喜欢，但
其实在圈内并没有这么讨喜。然后他到晚年啊，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朋友。天才是孤独的。哎，我怎么会跟你们分享这个？你们是很好奇我怎么知道的？很好奇，我跟你说，这是我从学校学来的。就我在学校都学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可能老师在教地理，我不会去听真的地理，我会听老师跟我们聊天的内容。可能老师有时候聊天说我去哪个国家玩，可能我就会很 focus 专注在于听他讲说那个国家好不好玩，而不会去在意他课堂的内容。你们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不是电影，新闻。这个，我超爱看这种新闻的，我超爱看。我记得我很喜欢，我有看过许不了的一部电影叫什么天才天生天生一对，天生一对很好看耶。哎，主持人胡婉玲，知道。真版可以去看，虽然可能是盗版的，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有空看一下。其实我还没有看完整版的，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而且其实你们知道，那时候许不了在晚年他生病了，然后。就好像很常流血，要打什么针筒啊，这样他还是抱病去演出，好像很多那时候很多明星都撑到最后，然后才生重病，然后还要演出。你去开一个讲历史人物的节目好了，我觉得我真的以后可以去，我真的觉得我是斜杠，我真的觉得我可以去发展斜杠青年这样。然后斜杠青年什么嘛，就是现在不是这年代很流行斜杠青年嘛，就是。不只专注于某项事业，就是你可能去搞个服饰品牌，然后又去搞个 KOL， 然后又去搞个可能记者媒体，或是又去搞个可能不，其实讲难讲好听，讲难听一点就是不务正业啦。像讲难听一点就是不务正业，讲好听一点就是多方位发展。像周杰伦他不是也有去学电影吗？他有拍《不能说的秘密》，然后他也是歌手，他这两个都有在做。就叫不务正业，可是其实他好像老师跟我们分享过，就是他那电影也就那样，然后可是其实他的唱歌才是他最主要，他学电影可能是他兴趣，像蔡康永也有学过电影，他有蔡康永有主导过一部电影叫《痴痴的爱》，就跟小 S 演那个，我有看过，就还好，还是我觉得蔡康永还是去。读书人才去当他的读书人，这样比较好。可是周杰伦是去当歌手比较好。可是其实他们去发展那个副业，也不是说真的要闯出一片天，单纯只是可能兴趣。像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就很有名。可是其实那些，可是他可能会跟导演，他自己导演，他可能可以给那个剧组他想要什么。可是他当然要花很多的金钱去找最好台湾最好的。资源的人脉帮他完成这部电影，所以这部电影才红。就是其实最主要就是钱啦，我觉得。
多方位发展很好用的头衔。对啊，现在很多都是副业啊，像丫头也有开饮料店嘛 ，Sandy 也有开咖啡厅，就那个吴珊如有开咖啡厅，有写书，然后当主持人。周杰伦其实说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他很有才华，但是他在台湾是真的的确还蛮有地位，在对岸也是这样，然后就算是专情的男子吧，就是蛮成功的男生，蛮成功的一个人，算是成功人士吧，我觉得。跟其他明星男明星对比的话，的确算蛮成功的，就是他目前为止还没有爆过什么特别不好的绯闻，就是也没有，对啊，也没有怎样，就很专注他的事业这样。虽然已经江郎才尽，嗯。就是像我来举个例好了，像宪哥，就是但算是一个很会主持的人，像他主持也都是即兴的，就是一个天生的，算是天生的主持人吧，我觉得。但是你能说他？能做到多久这样？但的确、啊，他之前不是有发展那个吗 ？LED 灯，就好像他们都很爱，就多方位发展。如果是你想要嫁给周杰伦还是王力宏，我两个都不要，我不要，我两个都不会要。我觉得，看哦，你要想看哦，一个有才华，一个很帅，然后。你觉得我好像看过一个人说，你看一个男生很帅，又有钱，又有才华，你觉得他能不花心吗？就是人怎么可能这么的？就是人其实不太可能那么的这么的完美。就是如果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自己是一个长得很帅，然后异性缘很好，然后很有才华、很聪明的男生。又有钱，你觉得你能不花心吗？我觉得很难吧。对啊，其实是真的很难的，所以我不会去太苛责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对，但是他自己选择的，他需要付出他，就是他需要负责，像他就退出演艺圈嘛。OK 啊，很好，你退出演艺圈，你负责嘛，我们不会说什么。哇塞，我怎么会在这边讲这些东西？好，周杰伦呢？周杰伦其实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跟那个林俊杰一样，他们都很有才华，但他们不帅，他们很有才华，但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帅，但他们其实说真的，他们长得帅吗？不帅，可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帅，但是这种男生其实就是渣，就是。大家都女朋友，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超了解，因为我看太多了。我怎么会讲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才华跟他们给人的感觉去弥补他们先天上面的缺陷，可能他们就是长得真的没有像真的那么帅气，但他们可以用他们身上才华或是幽默去弥补他们身上的缺陷。很多男生都这样，你们去观察，真的。真的，像有些女生也不是特别漂亮，但她们就是很吸引你，她们就用她们的可能口才或是魅力去弥补她们可能一些缺陷。像我可能就是用我的小聪明去，我不知道我觉得要拿我例子好像有点难讲，因为我不知道，像我就很常用问别人，好可能
我很笨，我不知道，很容易搞不清状况。可是我可以去问别人，我会用问，因为我嘴巴，所以我可以用问，然后去弥补我先天上面没有这个很没有这个应变能力的缺陷，就这样。内在也很重要，才华，然后有钱，然后也是因素。玲玲用美貌加口才啊，这是什么经验谈？我不知道，不知道、欸、真的你们不是真的。我跟你说，就是我看新闻，跟看我用我自己的分析，我就可以去分析那种跟我身边的人，然后跟我听我朋友分享故事，然后就可以去分析说现在这市场上面的行情。什么市场上面？我在讲什么？我昨天讲到行情这种东西。不会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嗯，玲玲大师，我想一想，就是，而且有些女生也不一定会选帅的，就会选是会选那种。周杰伦那种，其实很多有分，很多分很分很多种。像我刚刚说许不了，就是真的靠他幽默才华。这样，我觉得才华其实对男生来说蛮重要的，女生也是。我觉得才华 很重要，对，要其实每个人都很有才华，真是要看你怎么运用跟发掘。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才华的，真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才华的，就是看你怎么用跟你怎么发掘而已。口才吗？我觉得我口才可以再训练一下。那你会选帅的还是有才华的？只能挑一个。嗯，他，我觉得都不能太差、欸。就我觉得不用到真的哦超帅天才，也不用说哦真的超级有才华、超级有趣，不需要。就是我觉得偶尔一点点，或是可能不需要太多，刚刚好就好，因为。太帅的容易被别人容易可能他自己没有，我跟你们说，再帅的人可能他身边很多女生靠近他，他也要学习怎么把持住他自己。但是你觉得有多少男生做得到这件事情？可万中选一吧，就很少啊。但有才华，有才华吗？我觉得才华这件事情是要看哪方面，要看哪一方面。他可能是他很有才艺啊，但其实才艺对我来说真的根本没差。你自己喜欢，你自己去发展，但跟我完全没差。我们相处，你怎么可以说我们相处吵架？怎么可能说你套你？就是我觉得其实才华嘛，我觉得才华其实没有什么用。对你才华对你自己有用，但是其实对我没有用啊，就是两项都要80，我觉得不需要到对，平均，有机会玩谁会不想玩呢？嗯，很难说诶，像怎么说？我来举个例子好了，嗯，年轻人吧，年轻人搞不好，年轻人当然会比较好奇一下，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没什么、啊、就是你久了之后就觉得没什么，而且也不是说真的每个人都很爱玩，就是很有些人也很早就结婚啦、啊。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很爱很想要玩诶、欸，我觉得没有，很浪费时间呢、啊。像我觉得就好，还好不如就是赶快增加自己的才华，或是自己的一些人脉，或是多交认识一点，多认识一点，然后多交一点朋友，或是就是多增进自己比较好，对自己比较有帮助吧，对自己比较加分。而且到哪都有用处。吴玲玲，你真的是社会，谢谢小子。
是那个字念子嘛，然后是写小子，真的是谢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我觉得可能是平常有在研究，平常有在观察嘛。不知道，才华掉了一步一地步，就小的跟红红一样。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女生比较可怜欸。我觉得女生比较可怜，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没有把就是所有连新闻翻出来看，然后所有被攻击的都是女生，但男生一下就没事了。从谢谢瑞生送的香槟来咯，吧。谢谢香槟，就是所有都是就被攻击的女生男生可能休息一下付出没事了，那女生可能就是需要可能就是直接隐退，然后可能走在路上会有人攻击说你就是那个小三啊什么之类，就觉得女生很可怜，就觉得女生很可怜，就这样。就是聪明一点的女生可能就比较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可能比较傻一点比较笨一点的女生，然后她明明那个女生可能明明就很棒啊，我觉得那女生有些女生我就觉得明明就是很棒的人，然后很有才华，可是就有点恋爱脑吧，就傻傻的，然后就很容易招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就觉得蛮可惜的。你是指谁？不是，我也没有说指一个人，我是说那一类型，就是真的，你不能，就是其实你可以从一件事情或是一件事情或是一个人身上去想，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或是你周围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一定都有，真的。然后新闻报它只是一件事。就新闻爆出来的就是爆出来就爆出来，但是其实就是身旁还是有很多真实朋友身边都一定有那种例子啊，只是会被放大而已。因为女生对爱情比较执着嘛，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不止女生欸，我觉得不止女生对爱情很执着，我觉得男生有，只是他们执着方式不太一样。那叫俊是不是？俊神，那个字好酷哦。俊神，新闻爆出来只是一类人的想法。对对对对对，大概那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欸，我觉得这个行业很酷欸，我真的觉得这行业很酷很妙欸，因为我看新闻习惯嘛，我说不管什么新闻都会看，我有时候就滑到某家新闻的狗仔拍什么拍到什么什么什么，或是报乱报绯闻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这个行业到底是为了谁而生存的？谢谢志怀送的爱的烟火，但为了谁生存？对，就你说真的，他们有去陷害任何人吗？没有啊，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看反骨的影片吧，看反骨的影片能学到东西。真好，
刚一瞬间，你们是说放画画的那个？不是吧？那我没有看过，那什么东西？我应该还没有看过那一集，我没有看过那个。啊，那好像是拍被狗仔跟踪那个。我今天播两个多小时哎、欸，天哪！我真的是，我可以在这边跟人家尬聊两个小时，我真的变超会聊天的、欸。你都洗两次澡？什么洗两次澡？快十点了哦！对啊，我真的太无聊了，我真的睡不着哎、欸。走吧，我跟你们聊到凌晨三点都没问题。凌晨三点你们应该没有办法啦，我也没有办法。可以播隔夜吗？就是可以有人一点多还播吗？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应该是没有啦。来呀、啊！不要吧，不要吧，不好吧？生日的时候吧。哦，那我等一下就要关播了，差不多半就要关播了。不行，我不行，我要睡觉，我需要睡觉，我需要长高。我要讲170，我不想讲太高，我不想要讲太高哎、欸。可是我很常睡觉，也没有长发长高啊，太晚睡了吧。其实我也还好啊。玲玲最近有什么文案吗？有啊，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眼光去看每件事，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原因，要去理解，而不是只是看单看表面。准备好跟狗狗呼吸一样的空气了吗？什么意思？不要总是回头看，时间会逼着自己往前走，一直活在过去是不会成长的。对，我就想要写，就可能会记录自己的心得在记事本上面。18岁的前三个月，就现在。然后我还会把文案写在上面。就是 catchphrase， 哎、欸，对，我还想，阿丽生日都有公筹，然后很多人都有看板，那我就会想，我生日能有什么？我生日能有什么？生日快乐。因为家树我帮那个我那个我爸就是有一天就滑手机，他说家树帮那个婷丽弄公车，他出来了，这样就很酷。我以为婷丽会两个都有，你真的是期待，我真的很期待、啊。
不是预约帝王子了吗？没有哎、欸，还没预约，我没有预约，好吧，预约，我要打电话，喂，喂，我还上网查一下帝王真大有多少，到底是怎样？你要不要先查？不用。是浪 life 最高阶的礼物，价值约110,000台币，也就是这位恩客瞬间就喷了超过100,000人手机上面的美女。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送帝王真太贵了，不要送，不要送。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送好了，我不要预约，我取消预约，不要不要，好可怕，不要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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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那个会欠你人情，我不要。我那个会欠你人情，不要，真的不要，太多了，太贵，真的太贵，怕到，拜托不要，我不想要欠别人人情，我不想要欠别人人情，我不想要欠林晨的人情，虽然好像之前欠蛮多，但是我不想要再欠更多了，太可怕了，不要。好的，这边帮您做取消，好，谢谢，谢谢你的服务。帝王赠不如拿去灯箱吗？哈，我不知道哎、欸，我真的没查，我就看你们怎么做。我是看你们怎么做啦，就你们怎样我都能接受，但是不要让我失望就好，不要让我失望就好。我说了不要让我失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有人在生日的时候突然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可能要，就是我可能要。去关注你之类的，就你其实不需要，就是让我失望，或是可能我想，可能就说不好意思，因为疫情，所以我们之前帮你做的准备都取消了，这叫我让我失望，这样。所以其他就是等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做什么我都 OK， 但只要不要让我失望就好。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能理解吧 ？get 到吧？就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我失望，我有让你们失望过吗？好像有，好像蛮多的呢，好像蛮多的呢。玲玲不好意思，因为种种原因可能要之类的，这种就是让我失望，就是让我失望，所以可能要，因为什么原因，我可能去不了生日会，这种就是让我失望。好像玲玲失雅中。对啊，本来是啊，本来就是。基本的应该都有吧？什么叫基本的应该都有？什么意思？小卡、圣诞册之类的。花啊 ，flower 啊。你最爱玲玲比嘟嘟更专情，真的。虽然大家都这样搞，我总觉得没人帮我做，没人。虽然大家都这样搞，我总觉得没人帮做的成员好像有点可，对啊，就很可怜啊。而且
其实都会被比较吧，就是可能说，嗯，他都有，然后怎么没有，或是说，就是默默心里默默都会为自己打分数，或是自己默默的会留下阴影吧，就是蛮大的，我觉得，就是会觉得，也不是说自己非常想要，但是是看别人有，也不是说看别人就想要，是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真的啦，你就承担这样，你就承担，所以你们就只好承担，所以我就只能承担这样，承担了，就只能承担了，就是该来点不一样的吧。如果真的有惊喜到的话 ，TP 后宫传零零娘娘你好 ，Hello， 我慈禧太后。我是慈禧太后，统治皇帝出来，你生三个统，没有啊，不是啊，刚刚有人就说后宫甄嬛传嘛，啊，我后宫甄嬛传就只知道慈禧太后，还其实慈禧太后不是后宫甄嬛传里面的人啊，我就只想得到慈禧太后而已啊，我其他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过，我看第一集就不想再看下去，因为我看第一集我就被吓到了，我就被那个很可怕的东西吓到，我就被吓到，对，我就被剧情吓到了，因为哇，怎么会这样演就吓到了。所以我不是说他们演的不好，是剧情太让我觉得有点撒狗血这样。玲玲比较像武则天，谢谢，我喜欢这个称赞，因为我很喜欢武则天。对，虽然她很冷血，虽然她亲手把自己的小孩杀死，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也不是说我很喜欢她啦，我很喜欢范冰冰饰演的她，因为范冰冰很漂亮。所以我是因为范冰冰喜欢她演这部电影，这部影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但也不是说我真的喜欢武则天，搞不好其实我只是喜欢范冰冰演的这个角色而已。我跟你们讲那么多干嘛？就是这样。纯粹你喜欢冰冰姐，冰冰姐。冰冰姐，谢谢灵异神探的带你去流浪。哎，问你们哦，我的那个毒蜘蛛那个生写，就是 reset 专辑里面的那一张照片，是可以拿来用的吗？就是它算是照片，但是可以 copy 在电脑里面做成档案，然后拿出来用吗？因为我很喜欢那一张照片，所以如果要用什么卡片啊，或是做什么。应援之类的话，大家可以用那一张照片，我看会非常开心，然后记录我这么漂亮的时刻。那张卡片是可以 copy 到电脑里面，然后做成照片的吗？还是其实不行，因为它就是只有照片，它没有档案。我是不清楚，因为我是3C白痴，所以我不知道。
要问营运吧。哦、oh, ，不要有商业行为是什么意思啊？说拿出去卖，什么意思啊？商业行为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算了，我不知道，你们了解就好。可以扫描到电脑变照片档，删写真没有原档。可是有人说可以扫描欸，或是拍照然后扫描，或是写裁剪之类的，就可以用吧。因为那张真的很好看啊，没有档案很可惜。我要念榜了，因为我现在很把我 IG 上面很多照片都删掉，我怕你们没有照片可以用。还是其实你们自己有存照片，我的照片，然后你们可以用，还是你们直播多剪一点图之类的。我觉得我今天的妆真的很好看，跟上次比真的好看很多。我上次直接把那个腮红一张涂，然后我以为抹开还好会淡，然后结果抹开整个红到下面的块哦，然后我还要再加一层粉底液去盖掉它，我快气死。今天就还好，今天就比较淡一点。什么烂网路啊？这是什么烂网路啊？烂网路，第一名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第一名是003推，谢003推。第二名是俊生，谢俊生。第三名是玉，谢玉玉，今天是第三名哦。第四名是吉米粥，谢吉米粥。第五名是伟哥，谢伟哥。第六名是林 Apple， 谢 Apple。第七名是 Licky， 谢 Licky。第八名是变成新鲜柠檬，我觉得这名字超长，我叫你新鲜柠檬好，谢谢新鲜柠檬。第九名是 TS， 谢谢 TS。第十名是回回，谢谢回回。第十名是穆婷，谢谢穆婷。穆婷，谢谢以上十一位。白眼女神林医生，可以改个名字吧？白眼已经不是我现在这个 title 了，已经不是了，白眼不是了。我现在没有都很少白眼，我现在比较黑眼，还是比较喜欢 Licky。好，那我叫 Licky 好，我只有玲玲可以叫你 Licky， 其他人不行，而且其他人应该也不会叫你 Licky， 会叫你 Licky， 因为他不知道 Licky 这样念，改什么好呢？火箭队领零神推火箭队领零神推他会不好意思，零零神推会不好意思。哎，零零神推，你有打算
你有打算我生日的时候来台湾吗？没有，然后因为疫情太来台湾太严重了，我不知道我八月的时候疫情会好一点。林医生他给我什么惊喜？他不想，我对他白眼神，帮我想一下林林神推，林林神推。零零神推，零零神推，可以改什么名字呢？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Hello 雷库拉 ，Hello 青云 ，Hello， 怎么突然当掉了呢？什么视角？暂时还不改。好啊，那等你想改的时候再改。脸蛋很 Q， 还好吧？正常的少女脸蛋都这样。还有比我更 Q 的。安安的应该也蛮 Q 的。好了，我要关播了啦，两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我播两个半小时了呀呀，两个半。哎，我想要用我想用我的，就是新手机看一下今天的画质如何。我等一下要再开一次，我只是想看一下。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光线，我今天画质已经很好，那我就想看我 iPhone 这支可以有多好。好，有破纪录吗？有破纪录吗？什么破什么纪录？我不知道哎、欸，有好像有。好啦，我先关掉，我等一下再开测试一下新手机。拜拜，拜拜。好哎、欸，好像没有比较好啊。有，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哎、欸，我觉得不同感觉，但比较晃，比较晃，我觉得没有比较好哎、欸，脸很晃，对啊，为什么这只都那么晃啊？可是刚刚这只就不会、欸，证明 iPhone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对啊，为什么会色调不一样？好奇怪啊！酷，今天好像没有上次的效果好，真假的？为什么？好酷哦！为什么会这样？到底？那可以再开两个小时？我不要，我不要。玲玲有用过电影模式吗？拍影片还没有拍过影片、欸、我连自拍都还没拍过、欸、我打算慢慢品尝。你看我调白就会变得很亮，那暗就会很暗。我觉得 iPhone 的好处是解析度吧，就是它看起来会比较立体，然后比较清晰，然后可是这只就是死白，然后没有很清，也没有就是五官没有这么立体，对，应该是这样子。好啦。
差不多了，但我觉得今天的效果没有上的好，我不知道为什么，灯光跟上次一样啊，有点卡，就是网络很烂，我这支网络超烂的，我这支网络超烂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换电信行的关系，反正我这支网络没有比我上一支好哎、欸，但声音很棒哦。我觉得可能是浪的相机没有原相机这么好，可是声音就很明显的好很多。好啦，我要关播了，两个半小时了，有点长，拜拜，大家拜拜。好像我变可爱一点，自己想太多吧，长得一样啊，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我只要抿口，嘴巴就会歪一边，所以我只能笑，然后再抿，就比较不会那么奇怪。好啦，拜拜，拜拜，大家拜拜。